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，这是我听到的最带劲的一句话。谁能我谁能我杀死他？人呐、啊，可以输一百次，我们带着他们，但是一定要赢最后一次。杀了他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我不如张良；治理国事，我不如萧何；领兵打仗，我不如韩信。可是他们就要跟着我干。我一个闾左之人，手持三尺剑来闯天下，他居然赢得了天下，这不是我刘邦有什么本事，是天意。